王牌班关晓彤挑战开始。真的就这么远啊？太远了吧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彤彤，好远啊！你好好跳一下，这真的就这么远吗？我真的跳不起来。不可能吧？你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我觉得这没那么难，应该挺难的，但应该没那么难，没那么难。我已经准备好笑了。你知道吗？什么呀？不是，我真的脚趾长了。不行。哎呀，不行。接下来静静试一下。就像那种青蛙那样跳，好像是吧？加油，静静，你今天这双绿袜子真的很适合跳。滑。金金给大家拜年了，试一下。哎呦，还起势啊，起势了，有点欧阳锋的意思啊。将近有半块板了，我的天哪！真能挖人。我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地球人，他火星人。